一赔你100万。有辣椒。六成小米辣啊，吃完这十个都是蒜，立马清醒了，立马不困了。被抢弄了。被小鹰抢过咬了啊。
这鼻涕都流出来，还吃，哎，别笑好不好？吃辣椒，旁边熏得我都不行了，别吃了。剩下几个别吃了啊！行了，别吃。让我吃，别吃，别吃，别吃。你吃不了，别吃了啊，那么辣。够拼的话啊，点点红心，点点关注啊，谢谢家人们啊，我是那个吃播他姐姐啊，谢谢啊，少喷我两句。